有人跟我一样每天都要扫地拖地吗？有人跟我一样每天都要洗碗洗衣吗？可是我很想去彩绘指甲呀。事不宜迟，就是现在我要来去彩绘指甲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。 有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？赶快先按下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现在在新竹北区的延平路，我们今天要来做指甲咯。这里就是 Rainbow A 时尚美学，哇，听说里面很舒适哦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苦橙的味道就是我最喜欢的味道，哎，好香哦！淡淡的橘子味，紫薰衣草的味道哦，哇，闻起来也蛮舒服的。我等一下想一下我要选哪一个。现在我的双脚预计在这个泡竹筒待上10分钟，里面除了有刚刚我选的苦橙精油之外呢，也有添加泡竹粉哦，它可以达到一个清洁还有舒缓的效果。完成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甲指缘周围的干净度，还有它的指甲形状，哇，涂出来的饱和度也很够哎。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它的光泽亮度，也是一级棒的哟。Rainbow A 时尚美学真的可以享受到一个最专业的服务哦。看看我的指甲是不是超漂亮的？
这里的服务项目众多，你可以自由的选择，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舒适的空间，这里提供了做脸部保养，还有热蜡除毛的服务哦。这里的环境舒适，完全不用怕被打扰，而且服务人员的技术真的是超棒的，很推荐大家来试试看哦。Rainbow A 时尚美学店内经常会举办一些优惠活动，他们的联络方式在这里，需要的人可以自行向他们洽询哦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按个赞，开启小铃铛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